台中一名 Uber 司机昨天晚上呢，准备前往载客的途中，在路口要左转的时候，不小心和对向的来车相撞，其中一辆车还撞上了路旁的交通号志箱，而这猛烈一撞，两辆车的车头几乎都全毁、扭曲变形，幸好双方两名驾驶都没有大碍。怎么走的？我是从走这边要左转，你没带？你驾行车记录器吗？没有行车记录器，这台车没有行车记录器。就有那个轮胎爆的声音，对，很大声耶，很大声。他从前面直行，他这台好像从这边要转弯，他是要左转，反正一定会是有一个人闯红灯啊，就算白车要左转。他问 Uber 司机坦诚呢，当时他正要去载客，在路口没有注意左转的灯号是否亮起，才会和对向来车相撞。而经过酒测之后，他并没有喝酒的情形。而这起车祸因为路口的号志箱被撞断，警方也加派人手进行现场的交通维持，赶紧请相关的单位到场进行修复。